是小马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吕。那今天我们不是来分享凹痕技术跟我们的作品的。对，看片头就知道我们是要来跟大家拜年的。新年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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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终于要放年假了。这两三个礼拜我们几乎每天都加班到凌晨，真的非常累。对啊，我们大家都是，而且我们各店的技师都会互相支援，然后我们两个前几天还为了搞三颗的重机油箱就搞到三更半夜。没错，现在时间是晚上的，不是，是早上的2:50。对，我们忙到现在，在过年前这个月我们真的超忙的。那今天我们就是为了做三颗油箱已经完成了，然后上面那边后面还有一颗。那这次我们这么努力的加班，为了就是帮卓越的客户在过年前解决车上的烦恼。听说我们台中店也是每天都在加班。对，真的，我上次跟他们，我上次到台中那边去支援的时候，也是跟他们站到三更半夜。那现在我在台中店，我们现在几点？12点。这个月实在真的太超了。OK， 我们现在要享用我们的晚餐了，晚餐都没有吃。阿毛想睡觉啊？没有没有，没事没事，很有精神。为什么眼睛快闭起来了？快精神，快精神。真的非常非常感谢2018这一年来各位客户对我们卓越的支持。对，2019年我们会更加的努力，而且持续将更好的技术还有更好的品质带给我们的客户。对，我们的努力你看得见。那最后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说，卓越祝大家诸事顺利，猪年行大运。